かった？林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小朋友，他有点吃惊，一直盯着望。我们下午来的刚刚好，应该是上午这些小朋友啊来玩，现在他们都回去了。快进嘛！この子めちゃ喜んでるやな。天冷了，然后动物园里稍微有点冷清。是这样，这山可爱伊，好き？あれ、夫婦？夫婦かな、分からんけど。見てみよう、あそこおるよ。すーちゃん、あれ見てみよう、あれ。あそこ？あれあれあれ。見てみ？今天小丫头，那帽子有点大，总往下跑，盖她眼睛。动物园也是天冷了，出来的动物也少很多呀。不过小家伙还是很满足，到处跑。あ、ライオンな、見に行こう。わかった。他跟他到处跑，还盯着我，让我跟着他。ライオン2匹。オスメスじゃない。林江特别好玩，然后我跟罗一说有什么，他就说我们去看吧，看一下吧，说话像个小大人。啊，すごいな。嗯，楽しそうね。以前我想过，我老公要是上班，我也可以带他了，但是现在看这个样子，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小家伙太能跑，我记得啊，就是东山动物园最上面最前面来过一次，还是林江还在我肚子的时候，应该是怀孕一俩月我都不知道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来了这边，是也是，好像是一月份吧，比现在还冷。那会儿跟我娃爸俩人来的，然后后来回家一个多月，才知道怀孕了。那个时候吧，就是那个生理不顺，所以怀他都不知道。一转眼，我们家林江就这么大了，这样前后算起来，差不多快有三年，快三年我们没来这个动物园了。慢点。妈妈こんなことすんの？あ、意思になったもん。他说那是我。似てんな。似てんなで言うなよ。
哎，风好大，又累，再溜一圈我要走了。是，这个车来的。开了吧？我开了哟。时间，开了。那时间没得空的，库里瓦拿。好了，老虎，拜拜。哇，今天是真冷啊！这块刚刚看一下气温，只有12度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又穿了牛仔裤，可能大家又要担心了。我跟大家说，这条裤的牛仔那个腰哈特别大，它就是让我以前没怀孕之前，我不知道的时候，那时候哈，我就把那个腰用那个线给缝起来的，所以呢那个时候也能穿。然后后来现在肚子大了嘛，我就把那个线给拆了，所以一点也不紧了。我今天里面还穿了一条秋裤。我就是那种也比较怕冷嘛，所以穿的也不少了，谢谢大家的担心。然后我在网上买了好多那个孕妇的裤子啊，还有裙子，什么都没到。总算哄着林酱回家了，在我们商场里面看看有什么，我们要给礼品买点星星，大星星。这个好可爱呀，就是那个 Lisa Panda 是啥呀？中文叫。就买它吧，可爱一点，轻一点。买两盒，一米一米。这要没得给呢，可外个了。好，咱们走了啊，结账了。宝宝，谢谢哇！回家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了。最后和大家说的日文小单词是お出かけ，お出かけ就是出门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见。不喜欢来市里的一个原因就是，在哪都要出那个停车费，车位太贵了。今天停了2次车，光停车费就花了1200日元。哎，人民币的话多少钱？1060，70块钱。就这个是木纳拉，自分的土地卡得，车要求你是得么？结果木卡了呀那。その先300メートルで。結構木卡了。